材料清单，番茄一个，鸡蛋两个，青菜适量，小葱适量，油若干，鸡精少量，盐少量，即使面酱料三勺做的早餐，所以一般都提前一天准备好食材，不至于早上起床手忙脚乱了。青菜加洗干净，番茄切块，鸡蛋加少许盐，筷子打散，一个人住，这个万能小锅是超实用的。锅里加少许油，鸡蛋开炒，鸡蛋稍微成型下西红柿，加其中面酱，加开水煮面，最后下青菜，放适量盐和鸡精，好了，撒上小葱花装碗里，是不是超级快，很香的面面好了。作为一餐营养丰富的快手早餐，怎能不搭配上新鲜水果和酸奶，开吃吧。小贴是一道可以随意创作发挥的面。